师傅，您在给同修看莲花的时候，有的师兄只是报出了弟子证号，师傅您就看出来了他的很多的，比如说是女的，她的莲花在哪里，还有她的一些个人的信息。师傅是不是这个莲花的号码就像一个人间的身份证号一样，只要您一输出去，您就能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她的信息呢，师傅？差不多，实际上一个莲花就像一个人的家里的房子一个会命一样的，啊，听得懂吗？就是你的听得家，到。天上的家，会命就是你的会命，天上的会命。你一进入这个家，我只要进入你的家，我什么都，你们家里的摆设我都看见了，明白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啊，是啊。的，是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